表节节高知识，学到有什么昆虫？要用这么多字，不要乱扔垃圾。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都很热烈，表示我们很成功。其实，就原来想起来很困难，可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，就觉得还蛮简单的。是只要你肯努力，不放弃，一定就能做成你想要做的事。做了那么久，然后看到今天的成果，觉得很满足。丰富生态阳光。